你每天登来登去的要好几个小时呢，我帮你泡泡脚。你咋都又好起来了呢？啊！我一直都是这样。不是吧？你心里有鬼吧？我有什么鬼啊？你先别急。那你跟我说说，这两天大宝来了，你跟他见着了吗？一个村住着，哪能见不着呢？见过几次。那你们俩都说什么了？没说啥，随便唠了几句。随便唠了几句，都说啥了？跟我说说，啊？你们有什么背人的话不敢跟我说的？没什么背人的话，没什么不敢跟你说的。那就好啊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他跟你都说啥了？你跟他又都说啥了？啥也没说。你们俩呀，啥也别说。小胡，你这么说是在侮辱我，你是在侮辱你老婆。从我嫁给你那天起，我就想好好的跟你过日子，你别把我想那么脏。你以为你有多干净啊？你别想糊弄我，我见过多了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大宝他一直对你不死心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大宝怎么想我不知道，我就想好好跟你过日子。谁知道你咋想？小胡，你这么说你老婆，你自己好受是不是？我是真心喜欢你，知道不？你要敢做对不起我的事儿啊，我敢掐死你，你信不？来，哥，加点水。哎哎哎，千岁哥啊，加点热水。哎，来，哥，加热水。啊，够了够了够了。麻西豆。这就是训练计划。你如果有什么更好的主意，可以提出来，咱们继续修复。已经很丰富了，你看，有打靶，有投弹，一无半活，就差点能打一次靶，投一次弹。枪顶之屋，投的够。哟，练上了这就。排长，民兵苏小小正在训练。新排长。看我们的巧巧像不像个兵啊？像，非常像啊！排长，排长，什么时候开始民兵训练？
我和王连长来你们三班就是为了商讨这个事儿。我们现在时间非常紧迫，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我想这个训练一定要抓紧。哎，这样，我马上通知我们民兵，咱们下午就进行训练。嗯，我看行。哎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报告排长，准备好了。好，一定要抓紧时间。是。小小，这枪托一定要顶顶肩膀，然后左手要放到弹夹的位置。爹，厂子里开支了，我给你买点东西。刘草干啥去了？做完饭收药去了。好，你别走。啥事儿啊？坐着。爹。咋给我倒酒了呢？啥意思啊？你这结婚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想没想好这日子以后该咋过啊？干啥呀？这是，这以前咋过，以后还咋过呗。你呀，你是个混蛋。哎，爹，你咋骂我呢？是不是喝多了？你看我像喝多吗？舌头都没打弯，我一点都不多。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好好过，你不是混蛋是啥？这么多年你都干了些啥？有正经事儿吗？没有，整天跟那个二流子混在一起，不是赌钱就是胡打乱闹。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儿吗？你去问问村里的人，有几个说你的好啊？人家冲着我的面不好当面骂你，可背后谁不戳你脊梁骨？他们那是嫉妒，我活得比他们都好。你觉着你比他们好？呸！真不知可耻。你那叫活吗？那叫混，混日子。哎，你妈死的时候，你还不到八岁。你妈临死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我答应你妈，好好把你养大。这么多年，我惯着你，没打过你，没骂过你，那不是因为你做得好。是因为我答应过你妈，答应过你妈呀。可我有点后悔了，不是现在，早就后悔了，太娇惯你了，这等于害了你呀。哎呦，现在活得挺好，连刘草都能给娶回家，谁不眼红啊？你娶，就凭你，刘草能看上你吗？三个你加起来也顶不上一个大宝。谁眼睛瞎了？谁眼睛都不瞎，谁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刘草为啥能答应嫁给你？这你也应该知道。是因为刘栋要当兵，刘家想要挺直腰杆出人头地，你是赶上了，赶上了这个好时候。要不然刘草能答应你？你做梦吧你。我只想骂你这一回，以后也不想再骂。唉，你结婚了，成家了，去城里上班了，你得想想，好好想一想，
以后咋个活法？早点把你这浑身上下的臭毛病都改了，一点不剩的全都改了。你能娶刘草，爹高兴，爹替你高兴，那是你的福分，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这你心里得有数。刘草像你妈，真像，脾气秉性。一个男人能娶回这样一个女人，那比啥都值，比千金万金都值。千金万金总有花完的时候，可有这样一个女人跟你过日子，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，踏踏实实给你生孩子，陪你到老到死，你懂吗？爹，我懂。你懂个啥？你懂个啥呀你？你啥也不懂。爹这么跟你说吧，能娶刘草是福气，但如果你要对刘草不好，别说爹不答应，就是老天爷也不答应你。你呀，你琢磨去吧。干啥工作的呀？他们也是当兵的。那么大岁数还当兵啊？好，那一定是个军长师长啥的吧？他们是老兵。哥，啊，你喜欢这地方吗？喜欢呀，这儿多美啊。那，你以后就住这儿呗。那哪行啊，我还准备像我爸妈那样当一辈子兵呢。哥，哎，来了。哎，村儿啊，我发现苏小小那丫头可对你有点意思了。别瞎说吧，真的真的。哎，就她看你那眼神都是直的。人家姑娘那叫朴实，你拉倒吧，那才不叫朴实呢，那叫爱情。拉倒吧你。乔乔，咋睡得这么不安生？早点睡吧，明天你们民兵还要训练呢。妈，本来都睡了，你说话我才醒。哎，这丫头学会说谎了。你以前可不这样，头一搭枕头睡得跟小猫似的。这些日子，每天睡觉你都翻来覆去的。才没有呢，妈。没有，闺女的心思妈还能不知道？快睡吧，别老胡思乱想的了。知道了，妈。
瞧瞧啊，我跟你说过吗？三点一线，枪托要顶在肩上，然后你这样射击的时候才能稳当啊，对不对？休息，是，赶紧休息，大家把山架好，休息。吓死我了，干嘛呢你？你小子命够好的呀？什么意思呀？不明白啊？给这么漂亮的女兵训练，你命还不好？那要不咱换换，训女民兵比训男民兵还费劲呢。换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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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了吧？拿着你，嘿，你看飞了。看嘛呢？没看嘛，真讨厌你，讨厌死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我看你小子是陷进去拔不出来了。要不说真格的，等咱们一走，人家坠入情网，你这要是找到部队去，够你喝影的。你可别忘了，咱哥俩一人还背着一大处分呢。忘不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咋能忘了呀？哦，我系小鞋带。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天赐哥啊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就出来散散心啊。哥啊，我听说后天上午打靶，是不是军练之后你们就要回部队了？对呀。哎，时间过得可真快。哎，哥，嗯，你以后不会忘了我们新马屯，不会忘了我吧？不会。我什么都不会忘。哥。啊？我喜欢你。咋？你不喜欢我呀？不是，我们部队有规定，战士不能在当地谈恋爱。这是谁规定的？当然是上级啊，要是违反了会受处分的。真的？
小胡，喂，孩子，干啥呢？我今儿回来早，给您送书来了。你咋偷偷摸摸的呢？我偷偷摸摸了吗？我看我自己老婆怕啥的。哎，你瞧，哎，草啊，要没啥病人看病，早点回家吧。我吃了饭，还得找三德子去。你又要去玩啊？我就玩一会儿啊。哎，别告诉爹啊。快点锁门去吧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嗨，三，报告排长。有事儿说，小姐。排长。三。排长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有事儿就说嘛，干嘛鬼鬼祟祟的？嗯，我想知道，你们部队真有战士不许和当地谈恋爱的规定啊？没错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你们这个规定可真好。不对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们的战士要是真有这种苗头，我第一个报请上级给他处分。没有，没有，真没有。那你问这干啥？我就是那天听你们战士背条例，背到这一条了。没有就好。排长，我要是知道什么，我就第一个告诉你。好。那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。行，那我回去训练了。好。下一名出列。注意动作要领。是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投。还不错，入列吧。是。下一名出列。瞧啊，还烧呢，饭都糊了，你闻不出来呀？这孩子又七想八想的了。没有，妈，明天就要实弹训练了。咋的？怕训练不好影响大伙儿啊？嗯，明天过了之后，田村哥他们就要走了。闺女呀，你净想那些没用的，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儿。咱家啥条件，人家啥条件，你这想来想去的，不都是在为难自己呀？妈，我知道了，您早点回去歇着吧。哎，红哥，哎，团长，来，刚烤好的红薯。
哎，甜了。怎么样？都糊了吧？这么苦啊？你看都糊了。咋了？你笑什么呀你？笑什么呀？你吃的嘴上都黑了。啊，嗨。林春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啥事儿啊？我接到命令，明天我就得回去。市里有篇报道等我赶出来。那你就回去呗。咋了？有事要交代啊？你觉得乔乔怎么样？挺好啊，为人热情，心地善良，好姑娘。青春。啊？你是不是喜欢上乔乔了？这么好的姑娘，谁不喜欢呀？我说的喜欢是想问，你是不是爱上她了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觉得乔乔可能喜欢上你了。我是农村人，我们农村人呢，心眼儿都实在。打从第一天见到乔乔起，我就把她当做自己的妹妹看待。她呢心地单纯，做啥事儿不会拐弯抹角。我不希望看到她受到任何伤害。我听你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？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难道我会伤害乔乔？不会就好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做对不起小小的事情，我跟你没完。哎，刘栋，我还告诉你了，你不会伤害乔乔，我也一样。乔乔，嗯，还不睡觉啊？先不睡呢，还不困呢。哎，完成的不错，回去吧。是，下一个王如黄。注意动作要领啊！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投。非常好，回去吧。是。下一个苏巧巧。到。注意动作要领，大家保险，时间扔出去就赶紧趴下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投。乔乔，快跑！
病人失血过多，需要输血，我们医院没有血浆。什么？哥，师，那怎么办？你们部队不是有医院吗？让他们来救护车，病人失血过多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王连长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你们的拖拉机把田村送回师部医院了。对，田村山子这么重，走大路四五个小时都到不了。走山路，山路还近一些，最多用不了2个小时就能到你们师部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山路。 不过需要担架，哎，你放心，门板临时做好担架，我来解决。快点啊！关班长，啊，准备爬山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送回去。是。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快！大叔，您这么大年纪，您又甭去了。哎呀，头几十年我就抬过担架，就是吧？ 我这把老骨头再显摆吧，啊，放心，我都说了，非要来，走吧，快走吧，别耽误事。哥，坚持住啊，哥，坚持住啊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哥，你瞧。 你去干什么？马上回去！田村哥是因为我才受的伤，我去给他献血不应该吗？有那么多解放军战士，还有我们这么多民兵，献血用不上你啊！你不添乱吗？马上回去！ 停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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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
大夫，情况怎么样？全员必须马上止血，现在毕业储备血不多，看来得人工采血了。这好办，全连有100多人，血源足够了，我马上请人连长。先验我们的吧，对你先验验我们的，大夫。那好，走。 主任，好，下一个。来，后边的快点来，干什么？快点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报告同志，快点！好，后边的快点来，来。急死我了！哎，你说咱俩这血型怎么就对不上呢？哎，医生同志，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 血型都不对，我战士当中很多都是 O 型血，那可是万能血型啊。伤员的血型是 H2， 这种血型很少见。那你想想办法，你再想想办法，咋的都不行啊。O 型血也不行，那还有我们呢？王连长，哎，把咱们兵都调来，抽我们的血。走着，快点，抽我们的血。我们的。下一个。 这血浆什么时候来呀？医生同志，怎么样了？血型都不行，现在只能跟军区总医院联系了，但路程太远，药恐怕也来不及。那赶快想想办法，再想想办法，快点！那我马上去打电话。好，快点啊！哎，刘栋，报告。 连长指导员，我刚换岗，我想问问还需不需要输血，输我的吧？咱们全连的人都已经验过了，没有一个合适的。那哪怕有一点机会，你也得试试啊！试试我的血吧。好，好，快试试吧，去。是吧？来，抓紧吧！啊，你别急，给人治吧。什么？你们这里也没有这种血型的血浆？ 对上了啊！血型对上了，真的是，走，咱们马上去输血。太好了。